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了我们的一张专辑叫做《死城》，有很多朋友是通过这首歌认识战斧的。对，那今天呢非常有幸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，可以和我们这首歌里边的一个原唱的女生小娟一起合作，来原音为大家重现这一首歌。现在可以给大家掌声，有请小娟来。刚刚那个歌，死城送给你们。
借助大家的掌声，再次感谢小娟的配合，谢谢。啊，在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刚刚推出了我们的最新的一张专辑《深海》。那下面这首歌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，叫做《这就是现在》，由我和小娟一起来为大家演绎。一会儿在我们演出结束之后，20分钟以后，我们会有专辑的签售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到这边来跟我们一起来做互动，谢谢大家。大家掌声，感谢小娟，谢谢你。小娟牛逼，丈夫牛逼，牛逼。
哈哈哈哈